我们给出来一个群体免疫的新的概念。这个群体免疫新概念是什么呢？中国的群体免疫是上海这个城市不仅仅是医生、护士，乃至居委会干部、民众、警察、海关、道口，是无数的抗疫民众组成的免疫屏障，阻挡了疾病的蔓延。每个人都是战士，都是英雄，这才是真正的群体免疫。